當佢印度音好，中東音樂好。Three, four。La di do re mi fa sol la。熟唔熟嗰啲 melodic 啊、harmonic 啊？而家我哋拉緊呢個係乜嘢 minor 咧？乜嘢 harmonic 定 melodic 嘅 minor 咧？我唔知咩嚟啊。OK， 嗱兩種 minor 我哋都要識，一種 harmonic， 其實係你聽到係個聲啊。如果係 harmonic 呢種係 melodic 嚟噶。咁個特點就係上同落。是不同的，上去的時候第七，但對不起第六個音，這個 F sharp 第七個音，然後帶下來的時候聽不聽到，這個是打開打開，帶下來的時候兩會，那你要認住這種聲音。如果是另一種 minor 會是怎樣呢？ Harmonic minor 就是這種聲音，有一個很得意的 interval， 我們當它印度音好，中東音樂好，但是它就是有這個 interval， 還有呢它的特點就是上去和下來都有這個 interval。 那這個 interval 叫做什麼名字呢？ interval 其實是音和音之間的距離，我們叫做音程。你聽到的怪聲就是來自這個 interval， 這個 interval 裡面有多少個半音呢？就是這個裡面有多少個半音啊？這個一個啦，第二個啦，總共有三個半音。平時我們說那些手指黏埋分開都是半個，一是一個，就是一是一個半音，不是，對不起，一是半音啦，一人兩個半音到OK， 呢個一個半音啦，或者提到呢個一個半音啦。但係呢一個咧咪啦啦，頭先我哋講嗰個 harmonic 就有呢一個 interval 喺度啦。喺鋼琴上面咧，比較個感覺冇咁明顯，但係喺小提琴咧，我哋就可以做到呢一種呢、這個音呢、這個好埋啦，但係跟住又好闊喎，跟住又變翻好埋。